三个都是天蝎座，小天也是，我也是，小明也是。天狼这个人物是很复杂的，他是一个领袖，也是一个疯子，他是一个人，也是一匹狼。对于我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是很具有突破性和破坏性的一个角色。这是我近年来最喜欢干的事情，就是破坏自己，打破自己。虽然我叫做冷，但戏里面是非常热，心里的状态跟他的名字完全的不一样。你怎么生了三个玉米出来？骑马二少啊，擦！冷的身上背了很多负担，他做了很多事情，都是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肯定。奴才，其实海杜是一个很固执的一个人。他觉得是这样就是这样，他不会改变，也不会想改变。一旦相信的东西，他就相信到底。执着的一个人，我觉得天蝎座的人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不喜欢输嘛。好，好高！好玩。我们三个都一样，把自己最好的东西都表现出来。我真的懂了，我知道啊，导演。待会跑，跑不了，大家等不好。在演完这两个多月以后，回想起来很累。你在心里面常常是被各种的情绪影响着自己。其实难得遇到一个就是觉得各方面都还不错的很好的朋友，是两个男人跟男人之间英雄惜英雄的感觉。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，不是幸福的事情，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。讲什么去了？不讲了。